二位坐，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啊，可能昨晚没吃好，闹肚子。哦，仓库您查过了吧？查过了。啊，没问题。好，这是他们让我给你带过来的仓库钥匙。啊，嗨，你让你把钥匙还麻烦您跑一趟。没事儿，我们也是顺便。来向你了解点情况，啊，哎，什么事儿？没什么，这是聊聊。郑老师，哎，您这屋子装的不错呀，啊，还行吧？哎呦，郑老师，啊，您还做实验呢？啊，哎，业余爱好，哦，业余爱好，好。做实验可是个危险的事儿，这些东西不会突然爆炸吧？啊，那不会，哎。 这化学啊，跟其他学科也一样，它有它的规律，只要顺应了可观规律啊，它就能够为人类做贡献的啊。郑老师说的好，任何事物啊，它都有规律，还有自己的规矩啊。对，就像这原子和分子吧，它就是没有规律，放在一起，嘣啊，俩人一结合爆炸了。这人也一样。 人都要守自己的规矩啊，否则的话，他就要犯法犯罪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哎，郑老师，哎，您家的厕所在哪儿？啊，就隔壁。哦，我上趟厕所可以吗？好，您请，请进，请进，小王，你拿一下，啊，我去。好，您请进。这儿挺齐全的啊，那都干什么的呀？ 这些东西不会爆炸呀？啊，那不会不会，它不是炸药。这要是爆炸了，可不仅仅就是这一间屋子的事儿了，整个楼都没了。哎，郑老师，哎，我想问一下，最近有什么人找你吗？ 啊，没有。哦，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啊，郑老师，麻烦您以后有什么事儿，您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哎，好，我叫冯宽。啊，冯警官。好，谢谢您，郑老师。要不我们在这吃饭呢，走吧。您留步，您留步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灭火了。 说谎。
厕所纸篓里的纸一张都没有，他根本就没有拉肚子。你是说他在装病？如果你要是正统，知道我们今天上午要去他仓库检查炸药，你会怎么办？我肯定得陪着警察一块查呀。是啊，只要不是病得爬不起床来，就一定得去啊。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。 不过话说回来了，他好像不太像有什么大病，因为他还有力气做实验呢。所以说他是故意在躲着咱们。这小子的嫌疑小不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哎呀，我刚跟小娜调查完整通。哎，别走啊！我跟你说那事怎么着了？什么事儿啊？ 你的忘性可真大，你儿子跟小娜的事儿忘了吧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，不合适，不合适的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可看见有人给小娜送花了。真的？这我骗你干什么呀？你要是真有想法，赶紧让你儿子抓点紧。不是我说你啊。 老邝，就你这审美啊，真是差点意思。你觉得不合适？那你儿子要是看对了眼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呀，好好琢磨琢磨我的话了，我找周队有事儿来。好好好。要不让我儿子跟他试试？周队，你找我。 我约好了和王成总下午见面，可市里来电话让我下午开会去，你帮我接待一下。开会？不会是过堂吧？不是，了解一下案情情况。哎，对了，你别忘了叫了张扬，让他跟王师傅好好学习。学什么呀？飞檐走壁啊？那倒不是，长长见识，开开眼界，别老泡在这个网络里头。啊，这话说的对，是你厉害那小子吧？ 好，我现在就去办。正通父母都是老师，父亲教化学，母亲教英语，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，所以说他应该是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，对理工科特别的感兴趣。上大学的时候还得过一个专门的有机化学学科的奖项，大学毕业以后就职于龙翔建筑有限公司，现在担任爆破工程师。 他儿子在英国，对，儿子今年19岁，在英国曼彻斯特一所公立学校留学。英国，那每年的学费得好几十万吧？他儿子学习非常好，每年都能得到学校的高额奖学金。你知道在英国留学一年花费要多少吗？高额奖学金，就算他拿全额奖学金，就光生活费用，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。 看来这个郑通真是望子成龙啊！3个月以前，他的妻子梦丽所在的单位要给员工进行体检的时候，查出他得了尿毒症，住进了市第3人民医院。尿毒症？大夫建议做器官移植手术，但是郑通一直没有把这部分钱凑齐，所以他的妻子只能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，现在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。 那现在呢？半个月以前，郑通主动给医院打电话，说自己凑齐了30万，要给孟丽换肾。30万？他哪来的那么多钱？不清楚，可能是跟朋友亲戚借的。要借他早就借了，他为什么要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期呢？所以啊，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。郑通的钱，应该都用来供他儿子上学了，这够了就不错了。 这突然之间又拿出一笔钱来给妻子治病，还是一笔巨款，这钱的来源能没问题吗？对，而且我跟小娜这两次见他，他的脸色总是不对，我看他必有问题。继续查，而且咱们得想点办法，用点手段。哎，小子，找你半天了，什么事儿？ 王叔要来了，周队让咱俩去接待一下。来的正好，我早准备跟他 PK 一下了。PK 啊？哎，这什么呀？21世纪魔术大揭秘。
干嘛去？来，待会儿您就知道了啊。坤叔，小娜，嗯，听说前两天有人给你送花了。啊，一个朋友。男朋友啊？不是，我妈单位的一个朋友的孩子。哦，那怎么样？感觉？不怎么样，不是我的菜。菜？是个厨子呀？宽叔，您太有意思了，什么厨子呀？这不跟您说吧？嗯。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，小兰，那你喜欢什么类型啊？跟宽叔说说。您什么意思呀？您给我介绍对象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千万别！我妈天天这事儿跟我唠里唠叨，没完没了。赵哥也见天拿这事儿跟我开玩笑，我烦人。我不是要给你介绍对象，我更不是赵哥那种人，他嘴上没把门的。我这不是关心你，随便问问。看着您就不跟他一样。就是嘛，这个恋爱自由，婚姻自处。不过现在我对这相亲是不抱什么希望了，您知道吗，宽叔？嗯。前一段我表姐给我介绍一对象，哟，开始说呀，你长得真像电影明星，接着就要拉我的手。这不像话，第一次跟女孩子约会，他就要拉人家的手。是啊，所以我当时我啪，左手给他摁桌子上了，右手靠上了。这就靠上了。嗯。靠上了，哎呀，这不条件反射吗？小时候跟我爸学防狼术，长大了上了警校还是那一套。不，那后来呢？后来周队把我狠狠地劈了一顿。我不是说的是周队，我说的是那小伙子。不知道，估计吓坏了。哦。那就好。有情况。好像确实看上有点不太对劲儿啊。看来咱们今天没白来。小娜，你就看好戏吧。师傅，稍微等我一会儿，一会儿我就出来。你在车上等着，我下去看看。在等刚才那人吗？对，我是警察，正在办案，请你马上离开。
二妹，得多长时间啊？很快，一会儿就到。啊，那好。见笑了，快走吧。王师傅，哎，刚才您那身手可太厉害了。哎，那算不了什么小把戏。杨子，啊，还打假吗？不打了。其实啊，打的假也好，现在打这种出旗号的骗子不少。打了假，中华武术才能发扬光大吗？哎，王师傅，那您怎么不开个武馆呢？张警官，现在的年轻人不比从前了，没有几个能够踏下心里学功夫的。你愿意十年八年呢练功夫？嗯，愿意，每天早起。啊，嗯，明白了。王师傅，您上回在博物馆露的那手轻功叫壁虎离墙吧？对，是这门功夫。神了，我听我们周队说您这个叫仿生学。这仿生学什么的我不懂，反正连这种功夫那得下大心思才能练成。这么难呢？这轻功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。你像什么跑马桩啊、九宫桩、梅花桩、跑树桩、平铺桩、侧立桩，而且最主要的那还得是童子功。童子功我懂，就是打小开始练呗。没错，所以啊，这门功夫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练了，年轻人吃不了苦。您看简单视频线那个人的功夫怎么样？很不错。王师傅，我听说咱们武术分很多门派，那这轻功是不是也分几个门派啊？那您看那个人属于什么门派啊？看他的步伐路数，发力全带脚尖儿，所以强壮才会留下浅浅的脚印儿，很眼熟，路数好像一个人。谁啊？雷春。雷春。二警官，真巧啊，在这儿碰上了。是挺巧的。怎么着，正头你逛胡同呢？没事儿，逛逛。我也喜欢逛，哪天咱俩一块儿逛逛。不行不行，人家不喜欢逛街，人家喜欢逛胡同，是吧正头？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看你看，你又没做亏心事，你慌什么呀？我慌什么了？我哪做亏心事了？刚才手里那饭盒呢？饭盒？什么饭盒？你看，张涛，你又不老实了。没关系，你慢慢想想，待会儿再说。四十年前，这个雷春学了一身的武艺，可惜没走正路，仗着轻功不错，四处作案，偷了不少的东西。后来还是我帮官把他抓了的。他都偷过什么东西？嗨，那个时候老百姓没什么钱，他偷的都是国家公民物资。那这个雷叔功夫挺厉害的吧？他有个绰号叫贼王。贼王？这个绰号是他自己喊起来的。我认识不少武术名家，虽然不止他的行径，但对他的功夫可也不敢小瞧。您觉得咱们这个案子跟那个叫雷春的有关系吗？咋说呢，我觉得不太像是雷春。雷春自从放出来就在老家开了一个小饭馆过活，这么多年金盆洗手。再说如果真是雷春，那墙上的脚印就不会留下了。他收过什么徒弟吗？有是有，但不太可能啊。他这一辈子就收了两个徒弟，大徒弟早就死了，
二徒弟三个月前去美国演出了。您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？我是他们那个表演队的顾问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雷春的轻功是不外传的，兴许他又收了什么人当徒弟也不一定。王师傅，哎，等这案子结了，我一定找您去，带您为师，跟您好好学学功夫。嘿嘿，学什么？轻功。轻功，轻功就算了，我还是学点别的吧。你守着名师不学，跟我能学到什么？名师？谁呀？你们周队长啊。周队？我们周队也会功夫啊。他的功夫啊在这儿，我这点胳膊腿的功夫跟他比就是这个了。王师傅是让你动动脑子，别总犯傻。哦，对了，博物馆的这个贼啊身手不错，我给你们提个醒，以后要是真遇见他，你们可得多防备着点。你们怎么给我在这儿来了？有问题吗？不应该来这儿吗？我又没干什么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呀。郑东啊，来我们的这儿的人有两种结果，一种结果是说完了回家了，还有一种结果呢，当然我不说你也知道了，您是想要哪一种呢？不是，那你们到底让我干什么呀？郑通，都这会儿了还心存侥幸呢？我看你是不想回家了。不想回家可以啊，直接设看守所呀。想通了再说呗。我想通了，想通了。哎，早这样就好了啊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想通了，现在说也来得及。你看，小王，我就说他能想通，因为他叫正通，是吧？最近我挺好的。哥，你这一天都去哪了？小雪，嗯，家里有什么吃的吗？我饿。有，哥你等着，我去给你做。都说了，你们能放我走吗？那得看你说什么。不过你放心，主动交代跟顽抗到底，那结果肯定不一样。郑老师，您是知识分子，您不会像那些油盐不进、顽抗到底的人。说心里话，我还是挺尊敬您的。说吧，如实说啊。有话就说。别有思想负担，你说出来，我们才能帮你。
您真愿意帮我？只要你坦白交代。好吧，既然都这样了，得跟你们说。我儿子在英国留学，本身费用就挺贵的，也怪我一时糊涂，财迷心窍。我和我老婆一直省吃俭用的供他上学。几个月前，我老婆她说不舒服，带她到医院一查，谁知道竟然查出了尿毒症。为了给她做手术，我是四处借钱，可是我东拼西凑了半天，还是差8万多块钱，就连我儿子的生活费都没着落。我着急，那些日子我急得我都快疯了。我谁呀？谁呀？我找郑冲。我是啊。你是啊？少子哥让我给他捎个口信。他支支吾吾了半天，他说他出了点事儿，让我帮他找个地方避避风头。出什么事儿？我问他，可是他没跟我说。他名字呢？我跟他聊了一会儿，我才想起来，原先在老家，他就是个小混混，成天偷鸡摸狗的，不务正业。后来实在是混不下去了，他就到城里来打工了。哦，他叫陆凯。陆凯是这个人吗？对，就是他。看仔细点，错不了，绝对是他。我能出什么事啊？做生意赔了，出来多多债。你可不能骗我。做什么生意？这你就别问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白帮忙的。我都听说了，嫂子住院，儿子又上学，这都是用钱的地方。这有10万块钱，你先应应急，如果不够，我再给你拿20万，怎么样？老实说，从看到钱那一刻，我心里边就一直在打鼓。没想到，让我这么头疼的事儿，居然就这么顺当的就解决了。你把钱收了？没有。我虽然挺激动的，可是我还是强迫我自己冷静下来。我总觉得这里边有什么问题。不行，这么多钱我可不能收。给你你就拿着，别想些没用的。你这不是有钱吗？你还躲什么债？你那么多没用的干嘛？一句话，你帮还是不帮？喂，爸，是我。哦，儿子，在那边怎么样啊？啊，我在这边挺好的，你放心吧，爸。你呀，主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啊，别的事儿不要那么多操心，注意身体，听见没有？行，我知道，爸，我这没什么事儿。来，爸，我妈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手术费齐了吗？哦，你妈她没事儿，手术费呢？啊。手术费凑齐了，我正准备让医生给他安排手术呢。太好了，我妈有救了。儿子，哎，这边的事儿不要操那么多心啊，一切都有我呢。哎，爸，你也多注意身体啊。嗯，好。儿子，国际长途挺贵的，挂了吧啊。哎，再见，爸。好，再见。老哥呀，你就别犹豫了，刚才电话我都听见了，难得你有一个这么孝顺的儿子，学习还这么好，
咱不能因为这点事儿耽误了孩子的前途，你说是不是？哎呀，听我的，没错。这就对了。哎呀，我这一天找个地儿给我睡一觉。那你到卧室。别想了。知道那是土林，我想报警，可是我一想起 我儿子还在英国留学，还有我老婆等着钱做手术，我就一连好几天我都睡不好觉，脑子里边想的都是被你们抓起来的那些情形。你现在知道错了吗？从看到那东西开始，我就知道我错了。你的心情我们理解，谁没有为难的时候？只不过你解决问题的方式出了问题，被人利用。说实在的，这些日子我一直都是提心吊胆的。现在好了，既然跟你们也都说了，我的心里边就解脱了。郑东，我问你，那个陆凯是不是住在那条小胡同的大杂院里？是我帮他租的房子。他身上有没有什么武器？有，是一把枪，他就放在他枕头底下。你一天去几次？就一次，就是送饭的时候。那他整天闷在屋里不出屋吗？对。哥，你不知道现在的小孩真是难管，我们园里的好多老师让他们气哭过。他们有没有气过你啊？那倒没有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总是给他们买糖吃。哥，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你总是给我买糖吃，我一吃上糖就不哭不闹了。你还记得？那当然了。当小孩，赶紧吃吧，吃完了去睡觉，乖，听话啊。吃完了，那你也早点休息吧啊。Thank you.
我们通过对郑通的审讯，我们了解到陆凯携带大量的毒品，而且枪不离手。他现在的藏身地点是一个平房的大杂院，那儿的居民较多，如果我们开枪或者被他劫持人质，会误伤很多群众。赵凯南都不行，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。疏散群众，直接派特警强攻不行，对付陆凯这种亡命徒还是智取好。没错，我们最好想个办法把门骗开，然后出其不意。跟我想一块儿去。王主任，王主任，您是不是记错了？我这半年的清洁费已经交了呀。我们是市局刑警队的，你坐下吧。找你来了解点情况。啊，您说，您说。你就是九号院的房东吧？是我。院里几间房啊？五间。都租出去了？我们不查暂住证。啊，都租出去了。跟你打听个人，租你第三间房子那个新搬进来的是个什么人啊？是个男的。你看看这里面有吗？是他。看清楚喽。就是他，没错。他现在在吗？在。他整天还猫在屋里的，也不是在屋里鼓捣什么呢。他平常都跟什么人接触？每天啊有个人过来给他送饭来，也是个男的，姓郑，那租房合同就是他签的。他是我们要的一个犯罪嫌疑人，我们要对他实施抓捕，请你配合。我都这把年纪了，哪还抓得了人啊？再说他要出来报复我。您放心，既然我们叫你来了，早就为你想好了，只要你按我们的话去做，什么事儿都不会有的，啊！别有顾虑，请你做的非常简单。暂时停电啊！我这有蜡烛，出来领电蜡烛来啊！哎，给你蜡烛。怎么一下就停电？停电了，大伙儿别着急，我这有蜡烛了，来。哎，给你送蜡烛来了，开门啊！到门口吧。到门口了啊！得了。带走，老实点。马向东制毒贩毒团伙的全部嫌疑人均已经捉拿归案。马向东那几个人早就撂了，现在咱们怎么审这个陆凯，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。那小子铁嘴钢牙，我抓他的时候还跟我嚷嚷呢。我估摸着陆凯这个人不太好审。现在博物馆的案子咱们还没什么头绪，马向东的案子既然已经破了，那咱们就别在陆凯身上再耽误时间和精力了。杜处长，之前我们抓住马向东的时候，陆凯在逃没有归案，所以马向东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疑点没有解释。现在既然抓住这个陆凯了，我觉得就应该尽快审清楚，审清楚以后就可以结案了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咱们目前还有更棘手、更重要的案子要处理。我的意思是，不管什么案子，我们都应该认真对待。是要认真对待，周队。咱们现在就像跟那帮偷文物的犯罪分子在赛跑，我们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，那就应该理清思路，奋起直追啊！追可以啊，但是我们不能忘了，我们是刑警，不管大案小案，我们都不能忽视。只要他触犯了法律，我们就要全力以赴，这样才能对得起我们头顶上的国徽啊！陆凯，上次没逮着你算你运气，这回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能有今天那是早晚的事儿，我没什么说的。我劝你最好认清形势，跟我们合作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老大马云都给你招了。他招了？那你们问我干什么？他是他，你是你，我们想要再给你一条出路啊，顽抗到底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得了，别俊杰好听的说了，你们怎么想的我还不知道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就是个打工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曾以为的幸福就在瞬间。